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闻帮实拍车评。我现在正在一个商场内，然后看到了一辆最近特别热门的这个理想 ONE 的一个车型。然后，考虑到大家对这款车的一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高啊，去年这辆车也卖了接近10万辆、9万多辆的这样一个销量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对它的这个外观进行一个品鉴。那前面最直观的就是它这个贯穿式的前尾灯，然后巨大的中网。哎，其实整体这辆车设计并没有特别出彩，但是看上去就很端庄大气。然后这个车漆的话叫做科技蓝，米其林的一个胎圈是枪灰色。整个侧面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方正，然后只是衔接的地方做了一些圆角啊，让它整个。然后车尾的话实际上是跟前脸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呼应啊，贯穿式的灯带啊，而且它这个辨识度也是很高的，整体的尾部的线条也是圆润为主啊。个人觉得这个科技蓝的配色还是非常的惊艳的。